有没有你漂亮？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件。杨帆，为什么你这件衣服下摆到膝盖？您介绍成了多少对？2000多对了。你比如说给蒋小涵介绍对象，长得好看，1.68米，大学本科，孩子4岁。我相信我。当时他妈妈哭着跟我说：“我不放弃这个孩子，不管他以后成为什么样，我坚决不放弃。” 欢迎来到全新改版的《越战越勇》，我就是颜值爆表、拥有最强大脑的球宝，让我看看是谁家的一老一小如此大胆，敢来挑战我球宝的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哦啦啦啦，火车底。 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没了剪影。我用磁带写日记，介绍完了风景，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呼啦啦啦，火车底，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没了剪影。我用磁带写日记，介绍完了风景，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 不用麻烦了，你们一起上，我才赶时间，每天最多观众都来了，英雄也来了。不用麻烦了，不管不长，你们有几个一起唱好了。正义呼唤我，美女需要我，牛仔看来的。谢谢牛仔们，再见。祖孙协力答题，用爱拉近距离，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谢谢大家。哎呀。 很多观众朋友都认为说这个主持人杨帆啊，无论在台上是唱歌也好，还是跳舞也好，总是那个80、90年代的风格。所以今天我用一个颠覆式的表演，用周杰伦的《牛仔很忙》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代际秀的表演，怎么样，秋宝？通过今天的开场秀，我发现了杨帆胆子特别大，你唱的跳的比周杰伦都忙，这叫什么评价？ 就你那2条大长腿都软了，秋宝，你这话有点扎心了。因为小的时候呢，确实我长个长得太快了，那个时候营养又跟不上，所以呢，就这个免疫力呀，就一直没有提升上去。不像现在的朋友们，对不对？生活这个时代多好啊，因为有了灵芝孢子油，它可以提高免疫力。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广药牌灵芝孢子油特别呈现。 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源自世界500强广药集团，浓缩灵芝孢子粉精华，提高免疫力。太好了！哎，是我说的好吗？灵芝孢子油好。去你的！另外，今天参与登台挑战的3个家庭，答题越好，接球越多，奖品越多。好了，朋友们，在这里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情感观察员蒋小涵。杨帆好，球宝好，大家好。让我们首先请上今天的第1对祖孙搭档闪亮登场。阿姨您好，宝贝儿您好，哎呦好漂亮哦！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海蒂的姥姥何瑞潇，今年我66岁了。Hello， ich bin Heidi， ich bin 9 Jahre alt und halb Deutsch, halb Chinesisch. 我叫韩寒海蒂，今年9岁了。我是一名中德混血儿。他明显中文比德语流利得多。欢迎2位，也让我们欢迎孩子的妈妈啊！祖孙3代，满眼的中国风，而且不同的款式穿起来有别样的美。海蒂小朋友这身衣服很漂亮。 今天这身是唐朝的衣服，我还有很多朝代的衣服，可爱，特别好。因为让我们的小朋友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应该是从他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开始。所以，可能对于海蒂来讲，最向往的就这身漂亮的服装。所以，在这我也想问一下海蒂，我穿上传统的服装有没有你漂亮？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件呢。啊，你还给我带衣服了？啊，衣服呢？ 在那边呢，哪边呢？来，有请我们导演啊，帮忙拿一下。为什么你这件衣服下摆到膝盖？你这就是变相夸他腿长，他更高兴了。不好意思，因为小妹妹对于叔叔的身高没有那么了解。海蒂，那我的那件衣服呢？我觉得你不用穿衣服吧。明天给你买个球套，好不好？宝贝儿哈，穿上这个衣服，我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摆，因为穿上传统服装啊，要讲礼仪的。 这个动作好像都有标准，那我教您古代人是怎么走路吧。哟，那海老师请多指教。好。很好，宝贝儿，这手我就感觉不会摆。这个是摆在胸前的，然后呢走过去了之后呢，放到这里。右手在上，对吗？ 往前，好表情呢。一般都是带点微笑的。带点微笑，表情不能太夸张，是吧？对。好，哎呀，你看，才9岁，小朋友啊，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知识这么了解。但是我刚才和小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啊，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啊，给他带来一个气质上的改变。就是小朋友，你看，虽然9岁，讲话慢条斯理。 啊，特别的温柔，特别淑女，我不知道这是和性格有关，还是由于学了传统的知识啊、艺术啊，慢慢改变成这样的。孩子小时候就这样吗？他小时候吧，他就性格就是特别的那个慢呀，比较文静。但我觉得这属于天生，天生这部分性格应该随姥姥。我发现姥姥讲话就挺慢的。 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慢，但是我要跟海蒂比，我感觉到我比他快多了，就是他还更慢，是吧？对。那家里谁是急性子呢？家里头最急性的就是妈妈，整天跟那火上房的那种性格，也可能是工作强度太大，压力太大。我确实性子比较急，然后他又呢性子比较慢，所以就冲突比较多。比如说孩子写作业。 我讲1遍他不会，我讲第2遍他不会，讲第3遍不会的时候，我这个火就压不住了。然后表现呢，就是说话声音会大，然后就嚷嚷。然后海蒂呢，你说我委屈，我在那儿默默的哭，默默的流泪，但我不会跟你顶嘴。这叫以柔克刚，重拳打棉花。对。然后再比如有一次。 海蒂出去演出，然后头一天，老师把道具发给了小朋友，然后叮嘱，第2天演出千万别忘带。结果我第2天9点去接海蒂，我不知道这个道具在小朋友手里，我们就走了。开出去9点半了，海蒂坐在后座跟我说：“妈妈，我道具没带。”那这句话应该说的速度算是蛮快的了。然后一个路上我就开始数了海蒂这个不长记性。我说海蒂，因为你这件事儿，妈妈在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一边安排所有的该协调的点。我说我当时我都急得我都快疯了，她一点事儿没有。妈妈和海蒂两个人的这种急性和慢性子相互碰撞的这个过程，我就想起特别像我妈妈跟我，你知道吗？我妈妈其实性子不急，她只对我一个人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太像海蒂了。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慢性子的一个小孩儿，不管我妈妈跟我说什么，我从来没有顶过嘴。但是我妈妈说我的那种方式对她来讲更加折寿。她说还不如跟她直接硬碰硬呢。没错，但我觉得可能是性格上差距太大了。但是我觉得海蒂可能和姥姥相处会更加轻松一些，因为姥姥刚才讲了是家里边相对比较来讲算是最慢的了性子，所以看孩子是不是会。我也很着急。你也着急吗？杨帆，你不知道，就那脾气啊，特别的慢。比如说吃饭，就说细嚼慢咽啊，这是很正常啊。 吃一口饭，用那个餐巾纸擦一下嘴，完了就嚼着咽下去，再吃第2口，吃第2口完了还用那个餐巾纸擦那嘴。哎，等到我们全家人都下桌吃完了，他刚吃了1半，哎，他就在那桌子上继续的那么慢着吃。还有吧，他们开学的时候带他跟妹妹去买鞋，我带着他们俩下车就倒。 下一趟车的时候，哎，我领着那个他妹妹在那儿等着，我一回头，海蒂不见了，又给我急的，我海蒂急着嚷了他3声，他他从那个站牌的侧一头干，我在这儿呢。反射弧够长的是。我说你干嘛去了？我看站牌子呢。慢慢悠悠。再一件事就是他妈出差了，把他搁到我这儿。头天晚上我说海蒂，作业做完了吗？做完了。早上起来都吃完早餐，快上学了，跟我说我还有一个作业没做，哟，给我急的，我这怎么弄啊？没事儿，哎，打开那个作业本，慢慢的就在那儿写。他爸爸呢，一会儿接他来送他上学去，哎，合上本就上学了。我也不知道这作业最后做完没做完，就这种急，我的性格都受不了。但是话说回来。其实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海蒂今天在台上代表慢性子的朋友们站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慢性子的人他一定是胸有成竹，有大智慧，然后呢慢条斯理，处理问题呢井井有条，所以希望你继续保持，好吗？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你这准备好了说的都挺慢，好，那一会儿接球的时候速度可以适当的快一点，好吗？好啊，一起进入你们的第一关，各个击破。在这一关当中，海蒂要和姥姥共同配合，各自回答。至少要接到5个答案球，才可能有机会进入到下一关。每一道题，你们都要选到认为正确的那个赛道上来接从头上掉落的答案球，好吗？祝你们好运！来，接下来出题的任务交给球宝，请听音频。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岛上春风来，好花叫你喜心怀。请问这首歌曲在邀请大家去我国的哪个省份？一海南，二贵州，三广东，四广西，五云南。海南啊，天涯海角嘛。有。哎，海蒂，你为什么选海南呢？因为海南它那里有海，所以是天涯。哦，哎，有道理啊。那海南是正确答案吗？我们一起来看，请转身，请准备，3、2、1。厉害啊！好，祝贺2位，加上2分。歌曲名为《请到天涯海角来》，唱出了海南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请。好，接下来继续答题，有请秋宝。中国人自古爱养猫，《相猫经》一书被称作古代猫咪饲养员手册，其中记载了猫的种类、形象以及依据毛色而命名的猫的名称。请问乌云盖雪对应的是以下哪个选项？海蒂，你为什么选择这个猫咪啊？因为乌云是黑色的，雪是白色的。那脚丫是白的不行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更，所以你更相信5号是正确答案，对吗？我们一起来看，请转身。3、2、1。海蒂也不错啊，祝贺你们！5号是正确答案，乌云盖雪。《相猫经》中说，杂色里乌云盖雪最好，长相为背部纯黑，白肢白腹。好，祝贺你们选对了正确答案，而且尤其难得的是，2位都接到了答案球，所以再加2分。继续答题，有请秋宝。请问下列哪种水果在我国古代被当成是多子多福的象征？五个答案分别是桃子、石榴、荔枝、苹果和香蕉。多子多福，那就是石榴。啊，这海蒂够厉害，您为什么一下就选二了？因为它有很多籽儿。多子，我们一起来看，请转身。 3、2、1，哎呀，错过了一个，终于掉了一个。海蒂这高兴的都玩起来了啊！海蒂解释很正确，由于石榴里边是很多的籽儿，在古代会有一种寓意叫多子多福。 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哈，过去还会有人在院子里面种苹果，你觉得意味着什么？平平安安。啊，厉害！种香蕉呢？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他喜欢吃。给你们再加上一分，你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关，在这里祝贺你们。还要不要继续答呀？再答就可以再多接球，再多接球就可以再多开宝箱拿走礼物。那继续答。继续答，好，来。 请听第4题。敕勒歌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中的“穹庐”指的是哪种特色民居？窑洞吧，我觉得应该是蒙古。哪个是？因为那天很蓝。累了，但是答案选对了哈。老师还有几题呀？还有最后一道题，还玩吗？玩。接下来，请看最后一题。 春晚是中国人春节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娱乐大餐，涌现出诸多经典作品。请问下列哪个选项是春晚第1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品？是春晚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1个小品。那个就是那个第3个。3个。我还是要问一下海蒂啊，这5个小品你都看过吗？ 没有，一个都没看过。那你为什么选5呢？因为他端着一个碗，所以是吃饭的。不是，春晚不是吃饭的碗。裘宝解释的时候，裘宝怎么解释的？我记得他说到了吃这边，一道文化娱乐大餐，他认为应该用碗装。我服了你了啊！那我们看看是否是正确答案，好吗？请转身。 请准备，3、2、1。哇！哇！祝贺二位！太厉害了！哇，这个海蒂的这个运动能力啊，一看遗传了姥姥啊。姥姥以前有喜欢什么运动吗？我那个喜欢跳舞。你也看。 这还是有关系的哈，海蒂有在学什么跳舞啊，或者是舞蹈、声乐、峨眉戏，然后呢，京剧。怪不得你那么厉害，会的东西太多了哈。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选项5是1984年春晚上的吃面条。从这个作品开始，小品成为春晚必不可少的语言类节目。 所以祝贺你们选对了答案，而且再接到2个球，所以目前你们的成绩是7个答案球。对阿姨来讲接球太容易了，好像就失误了一次，对吧？两次，说明什么？阿姨还很年轻，对吧？小韩有什么感受？我觉得海蒂吧，刚才虽然一直被吐槽性子特别慢哈，可是你发现没有，她回答问题一点都不慢。 特别果断，而且他的判断，他的依据虽然有的时候有点奇葩，比如说那有个碗，哎，那是小孩的思维，但是人家对自己的这种判断非常笃定，然后马上就站到那个位置上去。而且人家选对没有？人选对了，选对了。所以我感觉海蒂啊，这个性格就是沉着冷静，遇事不慌，处乱不惊，真的。所以这都是你的优点，希望你继续加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姥姥一起配合，进入到下一关了。下一关的名字叫做奖品追逐战。 我们来看一下，把这7个球全部给他们带到现场。此刻，7个答案球全部变成了宝箱，每答对一道题前进一格，然后只要站到了宝箱的位置，就可以打开一份惊喜。所以，以你们一共有7次开奖的机会，如果能够打通关，今天你们取得更好的成绩，成为冠军家庭，还有一份额外的惊喜。重点是迅速的说出答案，如果不会，马上喊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来，180秒倒计时开始。结婚50周年被称为什么婚？金婚。正确。名言“少年强则国强”出自哪位近代思想家之口？过。梁启超。世界上最大的软骨动物是哪种海洋生物？过。鲨鱼。别称5一岩茶的是哪种乌龙茶？ 5一岩茶，哎呦，不知道过。大红袍，塔里木盆地里的哪种树木被人们称为沙漠英雄？过过。胡杨，请说出土豆的另一个名字。马铃薯。正确。古代帝王赐给功臣的丹书铁券，在民间被称为什么金牌？应该是免死金牌吧？正确。 俗语“儿不嫌母丑”的后半句是什么？狗不嫌家贫。正确。厉害。《三国演义》中关羽所使用的武器是什么？青龙偃月刀。正确。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凤凰只栖息在哪种树上？凤凰。还有2分钟。梧桐树。正确。知天命是指什么年纪？知天命。几时知天命啊？50。 正确，黄果树瀑布位于我国的哪个省？贵州。正确，白瓜子是用哪种蔬菜的种子制作而成的？南瓜。正确，被称为宇宙之王的霍金来自哪个国家？过。英国。解放战争中哪场战役的胜利被陈毅元帅称为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3大战役，哪一个战役？1分钟。淮海战役。正确。急性结膜炎就是我们俗称的哪种疾病？红眼病。正确。《西游记》里，孙悟空将金箍棒缩小之后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耳朵眼里。正确。清朝时期的圣经就是现在的哪个城市？过。沈阳。 颜色鲜艳的指甲花的学名叫什么花？指甲草。错误。可以喊过。过。凤仙花。老子的《道德经》中“一生二，二生三”的下一句是什么？三生万物。过。三生万物。老年痴呆症的学名叫什么？好。24海绵症。差一点点。1、2、3、4、5。来，我们看一下，1、2、3、4、5。祝贺你们拿到了5份惊喜。谢谢，谢谢。宝贝儿，太棒了！来。最后一个环节，你怎么不说话呀？没有学过。啊，都没有学过。刚才问的题有你知道答案，姥姥比你嘴快，她先说的吗？《西游记》。金箍棒，对不对？由于你的性子最慢。 所以你知道了，但是说的速度太慢了，让姥姥抢到前面了。非常好的成绩，祝贺你们，好吗？是，谢谢。来，我们把奖品送上。奖品来喽！祝贺我们今天的第1对祖孙搭档获得了5份惊喜，这5份惊喜分别是零食大礼包、空气炸锅、电饭锅、热水壶，还有洗脚盆。祝贺你们！谢谢。是不是都拿不过来了？小宝，再见！再见，你很漂亮，加油！谢谢，加油！希望下次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有关于我们中国风的表演，好吗？来，我帮你放到下面。本节目由广药牌灵芝孢子油特别呈现。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源自世界500强广药集团，浓缩灵芝孢子粉精华，提高免疫力。这里是越战越勇，我们的挑战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对祖孙搭档闪亮登场。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二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马达的外婆严苏泰，今年68岁。外婆好。大家好，我叫马达，我今年7岁了，我大名叫殷之毅。啊，大名殷之，小名叫马达，对吗？好，手上拿的是什么？这是我给杨帆叔叔和球宝画的画，可以给我看看吗？嗯。给电视机前的朋友看一下。 哇，画的真不错哎！哇，谢谢你。我发现球宝是紫色的，会更好看一点啊。我下回换个发型。好，好，好。这三个人，我看见你了。中间是马达，这个是外婆，嗯，这个是我呀。哦。哎呀，我发现我头发确实是渐少了，就剩4根毛了。谢谢你，心意收到，谢谢谢谢。我听说啊，小马达有很多的才艺哦，对吗？对。我可以考考你吗？ 唱歌你会不会？会。想唱什么歌？我相信。我相信这歌不好唱的，可以现场唱吗？可以。好，来。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I do。 好 ，I do believe， 我相信。小马达今天的表现非常棒，除了有点紧张以外，你不知道小马达2年前吧，唱歌还5音不全，后来给他报了一个音乐班，是音乐老师一个音一个音的找回来的。所以这老师是找回来小朋友的自信。所以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可以揭晓一个谜底。 舞台上的小马达这个小朋友和我们见过的身边的小朋友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孩子。我们正常人呢都是有右半脑、左半脑，而马达呢，在他1岁半的时候呢，因为生病，不得不做了半脑离断手术，因为他的左半脑已经完全液化了。 所以他现在只有右半脑在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生的时候因为脑出血，48天的时候呢出现了脑疝，当时非常严重，立刻给他做了手术。手术的以后呢情况也很不乐观。医生呢分析评价就是说，即使好了以后。 也有很大的可能就成为植物人，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劝我们放弃，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就成为植物人，不仅给他本人会带来很大的痛苦，也会给社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当时呢，我们就不得不签署了放弃的这个协议。 当时在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的痛苦。我跟他妈妈，我们整整1宿没合眼。第二天签了这协议以后呢，医院就给他把呼吸机撤掉了。没想到呢，这个呼吸机一撤掉以后，时间不久，他竟然就能够自主呼吸了。当时他妈妈就哭着跟我说：“我不放弃这个孩子。” 不管他以后成为什么样，我坚决不放弃。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他自己这样一个求生的过程，我就真的是感觉到生命力它是多么的强大。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放弃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小马达创造了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奇迹。是的。但是人的左右脑，它其实是有各自的分工。那只有一半脑在工作。我说他相比较于同时期的其他小朋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啊，那肯定了，就是他的现在的右侧的这个半身跟正常孩子来比是有差距的，尤其是他的手，因为我们远端的这个肢体的来说，他需要的精细程度都需要大脑更强的去控制，所以他的右侧的手功能现在是比较弱的。 但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是，他能上正常的小学，他已经上2年级了。然后跟正常的同龄的人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智力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从他这个3个月开始，就对他进行了康复训练，语言功能啊、肢体的功能啊，每天都有新的变化。不到1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走路，但是就是。 做了这个半脑离断手术以后呢，前面就全部清零，他要重新学手脚，并用的爬，然后呢再学走路，但是呢他都在很短的时间都做到了，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小马达第2次创造了奇迹。对，包括呢他在这个康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呢。 表现出了非常爱表达的这个特点，只要他一出现，就引起一片欢呼，说马达来了，马达来了。然后他也很开心，给大家唱歌，表演节目，是小开心果啊。对，特别喜欢表现，怪不得都说右脑是负责感性的，啊，负责艺术的，负责创造的。对，后来我们还给他报了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训练班。 哦，所以未来有可能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接班人，有可能。正是由于孩子他的大脑像海绵一样在吸收着知识，吸收着对世界的认知，一切都是未知的，他可以重新开始，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才可以创造今天的奇迹。但是前提也是他需要在康复中心付出，可能我们。 常人难以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辛苦，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对，其实回想起来的话，从他3个月开始就给他进行了正式的康复，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坚持了有将近8年的时间了，我们没有一天放弃过。刚才提到的，他第1次实现4爬，作为正常人来说，4爬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是对于偏瘫型的病人来说，4爬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有一侧受损了以后，达到不了那种所谓的协调和平衡。所以在他还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和康复老师就是1人负责1侧的身体，一步一步把他4爬的姿势摆出来，然后通过这样上千次、上万次训练以后，他形成了肌肉记忆。 然后再输入到他的大脑里，然后他去实现了4爬。那这个过程对于孩子来讲最痛苦的吗？啊，这还真的不是最痛苦的，尤其对于偏瘫型的人来说，他的因为这个肢体经常不运动的情况下，他会有一些萎缩或者收缩。那我们每天都要带他去做这种按摩，那种按摩他是要必须要通过。 强力度的刺激达到它的基底层，所以呢，我曾经试过1次，我真的疼了3天。孩子的表现呢？他每一次都是衣服、床单全部湿透，然后从头哭到尾，那已经超过抑制范围的疼痛了。他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会哭醒，就已经深入到他的潜意识里。 但是我曾经就这个事情，我跟他做过1次探讨。我说：“马达，如果按摩这么疼，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不用练这个手。”他说：“妈妈，我不放弃。”所以不光是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孩子他自己对他的要求很高，他有他自己的追求。他跟我说：“妈妈，我想学这个。妈妈，我想学这个，学那个。”这应该是一个双向的一种牵引吧？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共同的去向更好的未来去努力。勇敢，没人能替坚强。前行的路上，谁能不会受伤？世俗的风霜，要一个人抵挡。谁的青春不再忧伤彷徨？你不勇敢，没人能替坚强。擦干泪水，擦去。 真棒啊！不同时期的画面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马达的成长。现在马达是一个非常棒的小学生了啊。然后刚才看到你，可以跑，可以跳，很多人喜欢你，喜欢你的性格。中间会有想疼的，就是想放弃的时候吗？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没有。哦，要是我放弃了。 我就没法成为主持人了。是的，咱们两个也没法搭档了。说的特别好，因为他现在7、8岁的小孩，他已经懂得因果。我做这件事情，我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孩子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理解这件事情的那个程度。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在马达那么小的时候，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就是他48天脑出血以后，他就一直在过这样康复和生活的这种日子吧。他可能就通过这样每一天的训练，每一天的这种重复性的大量的东西，然后他发现他有一天他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然后他发现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能力在变大变强的时候，他反过来他会觉得啊。 我有收获，我有成长，但是可能孩子不一定会去描述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这些东西会给他很大的一个力量，然后所以他会坚持去做这些事情。这样的孩子，他可能相对正常孩子来说，他缺失了一些东西，但是他更强的是在于他经受磨难的能力和这种抗压性。对，就是这段经历其实就在锻造他的人格。对，谢谢，我觉得分享的特别好，我们应该懂得感恩，懂得知足。 他在用8年的时间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马达和外婆加油！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最优的家庭，好不好？好。要不要和秋宝认识一下？秋宝，你好，小朋友，你看杨帆哥哥长得怎么样？好不好看？好看。我听说你在学习主持是吗？是的。 那你要不要咱们两个一起主持，替掉杨帆哥哥？实话实说，没关系。好。扎心啊！哎，假如今天你就是越战越勇的主持人，可以简单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话吗？欢迎来到越战越勇，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马达。 已经是老朋友了。我是马达的老搭档裘宝。行，我是今天的选手。那你说吧，你是要当主持人，还是要和外婆今天来挑战，拿很多很多的奖品啊？主持人啥也没有。挑战。希望你和外婆加油。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耶！来，外婆，加油！接下来进入你们的第一关，各个击破。 欢迎2位来到属于你们的第一关，各个击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转身。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出题官裘宝。马达这么喜欢唱歌，第一题考你道音乐题吧，请听音频。 按照歌曲中的信息，如果你有2块钱，可以买到几碗汤圆。这是一道数学题，歌中唱的是几毛钱买一碗？3毛钱买一碗。正确，一共2块钱能买几碗？马达，你现在是上3年级还是2年级？2年级。2年级，乘法还不会呢哈，咱们可以用加法。 你一个一个加，2块钱里边能有几个3毛呢？你站到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好，请转身。对，选择的都是4号赛道。接下来的难点在于能不能接到这个球。请准备，3、2、1。 疼不疼啊？疼不疼？不疼啊，没事哈。确实那个球掉的有点快。但是外婆很棒啊，接到了一个球，来给你们加上一分。6碗，3毛钱1碗，1块8嘛，这2块钱以内的叔叔都能算明白。答对了，祝贺你！希望下一次球你能够接到，好吗？好。听下一题。 请问目前在动物世界中，哪种动物的血压最高？1，大象；2，长颈鹿；3，狮子；4，斑马；5，猴子。哪一种动物的血压最高？对于孩子来讲有点难，反正你感觉什么最高就行了。来，请转身。 那你们选的长颈鹿是正确答案吗？3、2、1，抱住，抱住！啊，外婆在比。没关系的，宝贝儿，祝贺外婆再加1分。来，秋宝。长颈鹿的血压大概是成年人的3倍。 由于长颈鹿脖子长，心脏和脑袋距离比较远，所以心脏需要比较高的压力把血液供应到大脑，所以你的血压比我高。哦，哎，我脖子长呗。来，请听下一题。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各种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及药用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请问？ 以下哪个选项被称为蔬菜中的小人参？1，苹果；2，西红柿；3，胡萝卜；4，白菜；5，紫茄子。你觉得最有营养的是哪一个？胡萝卜。但是其他几个蔬菜也有营养哦，还有水果。你不改你的答案了，对吗？ 好，请转身。我们来看正确答案：3、2、1。差一点点。外婆这运动能力、反应能力杠杠的哈。 厉害厉害，给你们加上1分。我怀疑这个球心里边是不是有铁？外婆胸口有吸铁石，给吸住的是吗？对，胡萝卜是正确的答案。祝贺2位，现在已经得到了3分，所以距离能够进入到下一轮只差最后2个球。巧的是，我们还有2道题，希望你们加油，好吗？请转身。 滕王阁景区位于我国哪个城市？它是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建筑。排除法可以。排除法对，我们来看结果。外婆又接到了，给2位加上1分。为谁辛苦为谁甜？说的是以下哪种动物？小蜜蜂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蜜蜂是正确答案吗？我们一起来看结果。给你们再加上1分，所以祝贺你们得到了5分，可以进入到下一关。万达，真棒啊！虽然小朋友可能由于这个身体的原因啊，没有接到这个答案球，但是5道题他都没有选错，你很厉害。那接下来咱们听听妈妈看了你和外婆刚才的表现之后有什么感受？首先，马达妈妈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 其实大家也看到，就是他确实因为这个肢体，包括他的眼睛，都是因为这个身体之前的病因所留下的这些遗憾。我其实心里是知道他今天很难接住这样的一个球。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跟马达说，我说那马达今天我们还来接受挑战吗？马达怎么说的？马达说我要来，是吧？ 所以我觉得，在他人生当中，其实像这样的经历会有很多很多。今天外婆也很好的诠释了我们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马达，你自己往前冲，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在后边支持你，好吗？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身为人母了嘛，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马达的爸爸妈妈、外婆，所有的家人在马达成长过程当中整个的这个心路历程，就是面对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这种欣喜，然后再到突然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再到孩子又点燃了希望，然后再到他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我觉得马达坚强、勇敢、不放弃的故事会给我们所有人非常大的一种鼓励。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永远都不要放弃。生命本身就能创造奇迹，爱就更能创造奇迹。我特别喜欢马达的名字，我相信你就会像一只永远都不会停息的，然后动力十足的马达一样，带着你驰骋你的整个精彩的人生。加油，我们都喜欢你，加油！谢谢阿姨，太懂事啊，太可爱了。所以通过第一轮的考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祖孙搭档，他们是相互为彼此的后盾，为彼此的依靠。可能对于这个小马达来讲，第一关当中需要接球任务是一个挑战，但是第二关当中，我要说实话，非常适合你，因为你只需要开动大脑，说出答案就可能赢得大奖。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好。接下来进入你们的下一关，奖品追逐战。这一关的规则很简单，只要答对答案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下一格。如果能够站到终点就打通关了，可以拿走大奖。如果答不上答案，可以喊过换题，好吗？好。祝你们好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180秒倒计时开始。卡通人物小黄人最爱的食物是哪种水果？小黄人爱吃什么水果？外婆肯定不会了，你要不会可以喊过。过。香蕉。俗语行不更名的下一句是什么？坐不改姓。正确。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大禹。正确。红眼航班指的是航空公司在哪个时间段推出的航班？12点左右。正确，夜间。中文学名鸡蛋果的是哪种热带水果？鸡蛋果。海南。是哪个热带水果？不会可以过。过。百香果。宝莲灯的故事中，三圣母的哥哥是哪位神仙？过。二郎神。姜太公钓鱼，猜一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歇后语，什么什么什么？姜太公钓鱼是过。愿者上钩。光经过透明物体进入另一透明物体时，传播方向会发生偏折，这种现象叫做什么？折射。正确。西汉历史上有斑马之称的是班固和哪位史学家？过。司马迁。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典故中，铃铛本来系在什么动物的脖子上？骆驼。错误。可以喊过。老虎。主办宫中大案狸猫换太子的是哪位古代官员？狸猫换太子是谁来办的案？过。包拯。世界上第一张元素周期表是哪位科学家制定出来的？门捷列夫。正确。诗句《离离原上草》的下一句是？一岁一窟窿。正确。英雄人物李翔阳是我国哪部经典电影中的人物？什么游击队？过。过。平原游击队。哎呀，太遗憾了。又被称为地精神草的是东北三宝中的哪一样？人参。正确。出自《论语》中俗语“生死有命”的下一句是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正确。啊，到时间了。有点遗憾。来，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可以低头看一下马达。180秒钟的时间，你和外婆一共打开了3份惊喜，祝贺你们！外婆很棒啊！有点太紧张了。其实还可以提升点效率。对对。嗯。 这个反应要特别的快，特别的敏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栏目，知识面非常宽，名字也非常好，越战越勇。没错，特别符合你们家小马达励志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懂得了生命充满了奇迹，永远不要放弃，越战越勇，好吗，宝贝儿？今天得到了3份惊喜，祝贺你们获得了越战越勇送给你们的电饭锅、电水壶。 还有一份蓝牙音箱，耶！继续加油！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小马达加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新升级改版的代际益智挑战类节目《越战越勇》。本节目由广药牌灵芝孢子油特别呈现。 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源自世界500强广药集团，浓缩灵芝孢子粉精华，提高免疫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3队祖孙搭档出场。你好，爷爷好，哎，爷爷好，你好，欢迎来到越战越勇。哎，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呀。我叫朱芳，今年78岁。 今天很荣幸了，来到这个越战越勇，非常的高兴，还见了好多的新的朋友。这是我的小孙女儿哦，孙女儿啊，啊，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朱逸轩，今年14岁，真的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能与爷爷单独相处这么长时间。哦，我大致分析一下，就是平时你是在外读书，很久没有回家了，对吗？ 第一是因为上学嘛，嗯。第二又因为爷爷平常比较忙，就别说陪我了吧，他连陪我奶时间都很少。哦，那爷爷是不是78岁就是由于能力特别强就被返聘了？您忙什么事业呢？给这个单身朋友啊介绍对象，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婚教所。哎呀，看不出来啊，爷爷，啊、您还是红娘啊？啊对，啊，还有名片啊。中国第1红娘，京城首席大媒人朱芳会长，交友活动组织旅游家庭联谊会。爷爷，您那张名片应该给我，有没有合适我的？求宝介绍一个。我们家这有一个小白的小机器人儿，哎呦，机器人都有了。啊，你身边要有好朋友也可以来找我来。但是这么一说，其实我特别激动啊！您之前看过《越战越勇》吗？ 我爱经常看这个节目呢，讲述故事，情感细腻。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一支娘子军，但都平时忙于事业，哦，现在都单身，都单身。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您的手头有没有什么适合的男生啊，给我们介绍介绍，推荐几个好不好？也可以啊，啊，这是我家资料库啊，这个男孩啊40多门，女孩最多，到82门。 这都是现在还没有结婚的，这都没有结婚呢。有没有带什么小本儿？我们看看照片什么的，有没有？啊、有吗？来，来来上来。对，就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单身女导演。哦，啊，这她也单身。啊，哦呦，啊、这白头发这个是这也是来征婚的。他不是，这是他儿子。啊，他儿子征婚，这不容易让人误会吗？这照片放的，男，41岁，体重180斤，然后身高1.92米。 择偶条件孝敬父母，人品好，有稳定工作。好，这个，哎呦，这个也合适啊，这一个小帅哥哈。啊。不喜欢太胖。那我们有一位女导演不太适合，嗯，好。所以像这样厚厚的本子，啊，男生都有40多本。40多本。哦呦，爷爷，我就想问了，这介绍对象这个工作有那么忙吗？您都不带孙女了？因为这名字呢，已经传出去了。 一传十，百传百，这人越来越多，顾不过来了。您刚才说了，说不仅是给人介绍对象啊，有时候这个还都来家里面，还要组织一些联谊，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年轻人见面机会少嘛，他没时间少下来。你说24天人家他不休息，人礼拜天才休息呢，那你要开联谊会呢，他就都来了嘛。啊，完了自我介绍，完了互聊。 那比如说一见面放不开、腼腆、不会说话，这时候怎么办？你比如说，看这小伙挺帅的，嗯，这女孩也不错，我得给他俩拉一块儿，让他俩见见。哎，不成再给说，啊，叔叔，我还想问，刚才您那照片里边那一墙哈，都是您的资料库。对，这里边老年人多呀，中年人多还是年轻人多？年轻人多。哦，年轻人占第一，中年人占第二，老年占第三。哦，那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小孩敢自个儿来，不用妈带上。可是现在这年代也特别怪，他40多了、50了还得让妈父亲来给找来。 啊，我觉得也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太腼腆了，一个腼腆，二一也是忙，所以家长就来给找，还有的就哭着就给你说，你说我这儿子我都不想管他了，顾老师，您得赶紧给我们抓紧，我这孩子今年都40了，老太太都70多了，您还得先安慰家长，还得安慰家长，就是现在呀，就在征婚这个问题上，家长比年轻人还着急，还着急。 哎，爷爷，就现在到您那儿去征婚，年轻人一般普遍的现在择偶标准，这三高：学历高、工资高、身高。甭管是老年龄好，中年龄好，我说当初是有时候费了劲了，在70、80年代一小伙子，我给他找了150个才给他管成。啊，你给介绍了150个？对，他挑最厉害。还有一个小女孩个儿最矮，她1.50米，要找1.8米的个儿。 这个可不好找啊！我给他找了4年，从全国各地啊给他找，最后找了一个1.8米的个儿，还能看对眼了。还有一个胖子，体重是280斤，要瘦点了，那也不好找，也找了好几年，给他找了100斤的，哎，俩人成了。啊，但听您这讲的，这都是一些疑难杂症啊。对，但是就这样条件选择很极端，任务都完成了，成了。 是不是爷爷，您这些资料就都是这种纸质的，实际上就没有联网，对不对？在网上公开啊，可以给你保密，不写你名字，哦，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对你，比如说就是给蒋小涵介绍对象，蒋小涵对不说名，不提你名，对，就说一个某女，嗯，长得好看，身高你是1.6米几啊？68，对，1.68米，嗯，气质不错，大学本科，嗯，是不是？对，工作在媒体，嗯，孩子4岁。 刚才这么一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爷爷的工作经验那是相当丰富的。我感觉啊，就连这个资料都不需要征婚人去费太大的劲，您看他2眼，基本上就给他整出来一份。我这个记忆特好，不管你什么时候来的，只要看一眼。 下回再来，我就知道你。哇，就这一个小细节说明什么呢？爷爷其实看到这些，不是说看到一个又一个名字，而是真正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朋友或者家人。对，所以当你了解对方，想要帮助对方的时候，才能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住。对。哎，那我想问问爷爷，那满墙的资料库，那您是从哪一年开始专业从事这样的婚姻介绍工作？从95年呢，退了以后呢，您之前做什么工作？以前是工人。 我就去在厂子里开始找介绍对象，从那时候就开始管。71年，26岁，从事这样的工作就40来年吧。啊，对。有没有个数据啊？您介绍成了多少对儿？现在2000多对了。哦哟，就我们村里头，他就给介绍10多对呢，15、16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做善事了。所以说到这儿啊，爷爷孙正上来是确实有情绪。 因为爷爷平时忙着这个自己的事业嘛，其实也是为了大爱，但是疏忽了对于孙女的关照，所以听了爷爷有这么多的成绩，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是不是应该也很骄傲啊？所以说我爷爷成功率高吧，但对我们家找男朋友、女朋友这个就不灵验了。现在我姑、还有我哥、我姐，反正都是他们自己找的，我姐找的一个都没成。说明什么？就是爷爷回家太少，对家人没有对外人那么熟悉。奶奶，您支持老伴儿在外边忙这个事业吗？天天出去忙着给人介绍对象。年轻时候不支持，因为孩子小，所以呢，他老下了班就去给人介绍对象去，不管家里的事儿。孩子有病了，都是我自己带着孩子去上海的医院、上儿童医院，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一吵架，我把他那个电话本给烧了。爷爷，您是亏欠2代人呢，2代人是吧？后来孩子也大了，我也拧不过他，就随他去吧，他自己快乐就行，身体健康就行。我愿意给他做点好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兴趣和最大的快乐。我现在78，桌子眼睛瞅不见了，腿走不动了，那也就为止了。哎呦，能干我就继续为人民服务。您是属于特别热心的人，你就看不得别人有事儿，您就想帮忙。人家只要找到我这儿，我就二话不说，我给你帮忙。就比如说，我也有一次被人骗了。 有一个叔叔吧，找对象，说是自己钱包被偷了，然后想要300块钱回家，然后说过2天还嘛。等过2天之后，我爷再给他打过去，都已经被拉黑了。说是别让他做这样工作嘛，但是他还愿意做。你为什么觉得不建议爷爷再继续做这样的工作了？希望我爷爷就是年纪大了，尽量就在家里多待待，多陪家人什么的。 他是好意，因为瞅我岁数大了，所以说呢，尽量能够歇一歇。可是后来我老这么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以我就老用这句话来去衡量。特别好，爷爷依然对世界充满这样的热心，依然充满着好奇。我觉得这就是爷爷年轻的一种体现，就让他做他感兴趣的事、快乐的事吧。 也希望家人能够多理解一点，但是家人也希望您掌握好那个度，对，别老见不着孩子，对不对？啊，想见一次爷爷还得参加越战越勇。就您这里有单身的，要找我老朱，我愿意呢，给你服务到底。谢谢爷爷，说的太好了。之前和您联系那些女导演呀，您的电话号码都直接存本就行了。哎，他们都是单身，是吧？还不好意思说，我替他们说好吗？谢谢爷爷。 我其实挺感动的，咱往小了说，爷爷是热心，是助人为乐；往大了说，爷爷现在所从事的这件事情，为解决大龄单身男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问题，提高未来孩子出生率的问题，都在做出着自己的贡献。希望爷爷继续加油，也好好享受这次和孙女一起来合作挑战越战越勇舞台，赢取大奖的机会。好，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啊。 这本儿借我看看呗，我一会儿到台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男青年，我给我们导演推荐一下，好吗？对，可以。那咱们接下来可以准备挑战了吗？可以。我看这语气上差一点，给你们加加油，好吧？啊。实在不行，给你们加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高一下免疫力，让你们接下来接球的时候动作更灵敏，好吗？啊，好吧。加油，加油！来。 祝你们取得好成绩，谢谢！一起进入第一关，个个击破。第一关，你们将会面对裘宝出的5道题，每道题之后，也需要你们接到从头上掉下来的答案球，至少要接到5个球才可以进入到下一轮。来，裘宝，请出题。爷爷，您作为有名的红娘，一定常听到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叫生死相许。那么，请问，这句词最初形容的是哪种动物？5个答案分别对应的是考拉、是这边那个鸳鸯、海豚、大雁和猴子。爷爷不需要说出答案，自己来做选择就行了。好嘞。来，请转身。哎，第一题，爷俩就出现了不一样的选择。 我觉得鸳鸯跟大雁都属于一对儿的，但是这题不可能那么简单吧，所以就选择大雁。好，大雁和鸳鸯都有比喻爱情的这样的诗句啊。但是刚才这一首诗形容的是哪一种动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请准备。3，爷爷抬头，2，1。哎呦，我跑这儿来了，厉害。 这他妈这没接着！祝贺怡轩，接到了1个球。没有，我没接着，所以给你们加上1分。所以正确答案是大雁。来，有请裘宝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大雁而不是鸳鸯？出自元好问的《莫与尔雁丘》，作者听捕雁者说，天空中的大雁有一只被猎杀后。 另一只居然也从天上摘下来殉情而死，于是写下这首词，表达对至情至爱的讴歌。没错，这首诗啊写的是大雁，鸳鸯呢是那个歌，鸳鸯双栖蝶双飞，爷爷记混了啊。好，所以刚才这道题过后加上1分。接下来我们再接再厉，转身。好，继续答题，请准备，有请秋宝。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描写塞外飞雪的著名诗句。而这首诗不仅是首塞外诗，也是一首送别诗。请问，在描写送别场景中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中，胡琴分化发展成了以下哪种乐器？5个答案分别是琵琶、古筝、笙、箜篌和二胡。胡琴就二胡，胡琴二胡，胡琴二胡。请转身。问一下孙女，为什么选的是二胡？因为我学的就是二胡，所以我知道胡琴应该是二胡。哦，今天没带琴来啊？啊，这。嗯，现在可以演奏哪首曲目呢？赛马可以吗？可以。哎呀，那现在回去取琴去吧。学二胡又选二胡。 这个答对的几率很高哦，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3、2、1。哎呦，跑！哎呦，跑！坏了，跑这老远来了，还没到我这儿啊？那你说我上哪接去？我这跑路。不是爷，您得选对了，他才下来。哦，没选对。奶奶呀！ 家里一定不寂寞，爷爷在家话这么多是吧？太好了，太可爱了哈！正确答案是二胡，来有请裘宝给我们解释一下。二胡即二弦胡琴，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之一。胡琴嘛，对不对？然后这个5个答案里边唯一带胡的就是二胡。对呀、啊，给你们加上1分，请转身。 请听音频。请问这是哪部经典电影的插曲？这是《冰山上的莱克》。爷爷，我们要求是自己答自己的。哦，行嘞。好，来，请转身，请准备。哎呦！ 坏了，哎呦，没接着。祖孙俩接到了1个球，所以为你们再加1分。好，继续答题。悬壶济世这个职业在现代是以下哪个选项？医生穿白大褂了。爷爷，这不能说。没控制住。哎，我又说了，请准备。哎呦，坏了，又跑了，又笨去了。加上1分。我少说话，把镜头都给爷爷。现在你们已经得到了4分了啊！哎，接到了4个球，还有最后一题，嗯啊，还有最后1个球，如果接到它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了。来，转身，转过来，请看一段视频。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马冬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啊。 马什么梅啊？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好嘞，还好嘞。你找谁呀？请问，视频中马冬梅家住的楼叫什么楼？筒子楼，筒子楼。下回啊，答题的时候先把爷爷的麦克风给没收了啊！哎呀。 这可咋办？都说出来了哈，筒子楼。来，请转身。我亲爱的爷爷啊！请准备，3、2，爷爷手伸出来，1。哟，哎呦，哎呦，哎又遗憾了，又没接着，给打出去了。没关系，爷爷，孙女又接到了1个球。行，所以祝贺你们再加1分。 一轩，你现在从事什么体育运动吗？篮球。怪不得非常稳的就抓住这个球了，5个球全是人一轩抓的。是吧？爷爷属于是气氛组的，对吧？集齐了5个球，在这里祝贺你们已经可以进入到下一关啦。奶奶、爷爷，这个平时喜欢自言自语呀，这个话很多呀，在家里也是这样吗？对，净开玩笑，幽默。嗯，在家奶奶话多吗？奶奶没我爷话多。嗯，奶奶没有机会说话，主要是插不进去嘴。奶奶觉得刚才他们俩表现的怎么样啊？孙女表现的挺好，哦，球都接住了。嗯，爷爷是那个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哦，对，都错了。但是爷爷这个耳朵很好使啊，球宝说出的题马上就脱口而出答案，对吧？把答案都给官宣出来了。我严重怀疑爷爷是有意的。我也怀疑是故意的。不是，爷爷真的太可爱了，我觉得奶奶好幸福呀。然后每天守着爷爷，每天乐得合不拢嘴。刚才我一直在观察奶奶，奶奶那个嘴角就一直上扬，就没有下来过。然后我觉得逸轩表现的也特别好，很棒啊！不光答对了5道题，还接住了5个球，顺利的保你和爷爷进入了下一关。接下来的这一关奖品追逐战是可以拉近祖孙俩距离的时刻，因为你们不用再站到舞台的两侧了，你们可以手拉手。面对挑战，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的第2关奖品追逐战。规则很简单，球宝出题，你们说答案，答对了就可以前进一步，不会没关系，迅速喊过。所以首要任务就节约时间，不要浪费时间，好吗？好。希望爷爷和孙女能够把握住机会。180秒倒计时开始。俗语“病来如山倒”的下一句是什么？病来如山倒。病来如山。过。病去如抽丝。海的女儿中，小美人鱼最终因为爱情变成了什么？石头。错误。过。泡沫。天津小吃煎饼果子中的“果子”指的是哪种食物？油条。正确。快。我国春秋时期哪位先贤发现了小孔成像原理？墨子。经典电影《烈火中永生》是根据哪部小说改编的？红岩。正确。春秋和战国都是我国哪个朝代的历史时期？三国。不对，什么玩意儿？春秋。错误。啊？过。周朝。明成祖朱棣在登基称帝之前被封为什么王？明成祖。过。燕王。我们一般会用哪3个英文字母来表示贵宾？贵宾特别重要，用哪3个英文字母 ？VIP。正确。哪位中国花式九球选手被球迷称为9球天后？过。潘晓婷。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发生在我国哪个省？辽宁省。错误。不远了。山西省。清朝的乾隆皇帝去世后继位的是哪个皇帝？不会，可以过。过。嘉庆。儿歌《蜗牛与黄鹂鸟》里，蜗牛在爬的是什么树？黄鹂树。错误。可以喊过。过。葡萄树。被称为数学王子的是哪位德国数学家？过。高斯。被誉为气泡有余香的是盛产于福建的哪种茶？大红袍。错误。过。铁观音。铁观音。我真不知道。有点遗憾哈。但是我们至少打开了一份宝箱，可以拿走一份惊喜啊！哎呦，逸轩现在读几年级？初3。初3，我觉得来到越战越勇既是挑战，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所以其实可以通过刚才这个小比拼，你可以看到自己其实，在知识储备上还有很多学习提升的空间，对吧？当然，爷爷年纪大了，可能反应慢了，所以真的是在未来的时候要靠你了，好吗？今天来我们节目现场，总的来说，你自己觉得今天开不开心？开心。我不拿到奖品也开心。爷爷说：“你问不问我，我都开心。”啊，爷爷能不能今天在我们舞台上表个态？以后多陪孙女，多陪家人。在今后我有时间，多陪陪我得跟孙女一块搞活动啊，说能出去玩的呀，我带着他去。嗨，说老半天还是联谊活动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把家人带在身边，好不好？对，陪陪他们。啊，好，再次感谢你们来到越战越勇。来，我们看看我们节目组为你们准备了什么样的礼品。祝贺你们获得了电饭锅一台，这个有用啊。 这有用，对爷爷的牙口很有帮助。再次感谢二位，好，继续加油，越战越勇。谢谢，好嘞，再见，再见，拜拜，再见，好嘞，再见，爷爷。家里再聚会的时候就可以多蒸一锅饭了。好，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3组家庭当中，通过自己的表现成为最优家庭的是我们今天的第1组，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祝贺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家庭，因为你和姥姥今天的表现最优秀。祝贺你们获得了由为爱而生周大生珠宝提供的时尚艺术珠宝系列产品，心怀热爱，向阳而生。谢谢啊！耶，祝贺祝贺，加油！还来吗？来。乖，再见。再见。 再次感谢今天3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尤其是最后1组家庭啊，这个爷爷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欢乐。虽然3个家庭、3对祖孙搭档，他们是不一样的故事，但都让我们在他们今天的表现当中看到了爱，看到了坚持，看到了不放弃。再次感谢今天的3对家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谢谢小韩，谢谢球宝。这里是越战越勇，我们下周再见。 你的选手，哈鲁哈鲁哈鲁。